恭喜台湾进入电竞元年啦！闪电狼夺得了世界冠军，今年是电竞元。这是哪一个平行宇宙的事情啊 ？IEN， 那个算哦。玩家们一起过了这么多年的电竞元年，立法院今年终于三读通过将电竞纳入运动产业条例，台湾甚至取得了 IESF 的主办权，明年将在高雄举办世界级的电竞赛事。Good evening, everyone. 2018 International Esports Foundation will be held in Taiwan. We promise that.We will organize the gala event with high class. Welcome to Taiwan to join us. So see you next year. Thank you. 努力了这么久，台湾终于走到这一步了，真是相当的感人呢。让我们来看看现役的选手怎么说。因为身为一个运动员，大家都知道会有所谓的运动伤害，除了手部的问题之外，还有肚子。另外，英雄联盟明星赛的名单也出炉了。战况激烈的韩国赛区，如果 Faker 没去当兵，其他人也别想上位。而无缘世界赛的 KT 今年更是无缘明星赛，而 Pop Evil 也跃上了欧洲的榜单。Faker， 你是不是很兴奋啊？很兴奋，你知道吗？我好兴奋。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不想要参加明星赛的 HQ 少女选手 Z， 今年还是入选了。有点不太想去，电竞潮新闻，我们下周再见，安妞。